早上好，朋友们。哎，我每次走到成都这个地方哈，我就看到这边有围墙嘛，就是围起来的，然后上面冒着水蒸气，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的。反正这个道路呢是围住的，一直在冒气。上次我来也这样，一直冒呜呜水蒸气。走错路了，出去玩走错路了，经常这样。那不太高，有的时候你开导航啊，但有的地方呢，它可能在修路，就把它围起来了。你走错一个路口了，就错了。走错了。我挺喜欢成都这种慢节奏的生活的，我自己也不紧不慢的，每天呢出去散散心，溜到哪儿涮到哪儿，然后想吃什么呢吃点什么，这个心情也放松。看看大成都，你看那墙上面一直冒着气，也不知道是干嘛的。从这缝里往里看一看，哦，就是施工的地方啊，冒着气都不知道干嘛的，这叫偷窥。你偷窥他，偷窥你。这个还是个拉门呢。朋友们，我换了一家酒店啊，我不在那个双流区了。前两天我们住的是双流区，这次呢我就在武侯区了，就在锦里这里住的。换房间了，这回不怕有蟑螂了，但愿它没有吧。中午这段时间呢比较热，所以呢我基本上是不出门。你看出去了一会儿满脸都是汗，又是油，哎呀全是油啊，又是油又是汗的。所以中午的时间利用好，咱们睡个午觉啊，洗洗衣服啊，休闲休闲呀。到了成都一定要过上慢生活，否则对不起自己。我把室内的温度调一下啊，它是中央空调，它这个没有抽湿的功能，就是一个制热和制冷，那我们就选制冷吧，因为这实在是天气有点热呀。开始了中央空调。一会儿给你们看看我的房间啊，因为这个地区呢算是旅游景区吧，它这个房价稍稍高一点。我先把这衣服泡上啊，咱们中午洗衣服，两件同款的白的衣服泡一会儿。其实一点都不脏，就是出汗了，出一点汗你也得洗呀，雪白雪白的。我还没有洗衣粉和香皂，用这个洗不知道能不能洗干净，先泡吧。给你们介绍介绍房间啊，给大伙介绍一下我的房间吧。我的房间呢在就武侯市这儿，武侯四字儿，这发音不太标准啊。我给大家伙看一看啊，我在这种地段花了118块钱一天，房子怎么样啊？这是一进门处啊，这个地方还挺宽敞的，这个房间也就有18个平方左右，加上阳台有20几个平方。当然了，那个阳台有点是假阳台，我这是我的袜子挂在这儿的，刚洗。这个洗手间很大，待会儿看一下，挺整洁的。刚刚在这泡衣服了嘛，然后浴室呢是隔断的。其实我挺喜欢浴室啊，又敞亮又大的这种环境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卧室，床。这床没啥好介绍的了，这边有个床头柜。哎，这是空调遥控器啊。应该是电视遥控器，这儿呢电视遥控器。那这个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么笨呢，手不好使了。哎，这什么遥控器啊？我不知道呢。这有一盒纸巾，其余的就没啥了。然后这有两双拖鞋，我穿了一双。那抽屉有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，也没谁把钱落这儿了。落这儿的话，咱也不能贪污啊，对吧？啊，这两瓶水是免费的啊。哎呀，还有个手电筒啊，意思说这晚上容易停电还怎么的。亮不亮？亮。黄不黄眼睛？黄。
这什么意思？意思是晚上容易停电呢，或者说去洗手间害怕没开灯什么的哈，有可能。这两包茶是送的，一个是红茶，一个是绿茶，杯子一个水壶，很简单，很简洁。这边有两个椅子，到阳台看风景的，看看这阳台，这个面积，这阳台除了晾衣服没啥作用，假阳台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假的阳台，假景色。这叫观景房。以前卖楼的人不说嘛，这个观景房怎么怎么样子，这就是地地道道的观景房啊。往这一坐，看景吧，景就是一幅画。挺简单的一个房间，反正够宽敞就行，干净就行。这个房间一进来没有什么异味儿，还挺好。空调我开着呢，降温呢，我就是怕热。说真的啊，这个时间段来重庆和成都来玩是最好的时间。你看，你过了一段时间，它马上天就热了，热的时候真的很难受啊。我现在出门一会儿，脑门全是汗和油，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对我一个北方人来说，我现在都觉得热。你看，我都穿短袖了，在外面还热，然后还晒。来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戴帽子或遮阳伞。这两天口齿不清晰啊，因为这两天也就自己跟自己说话，所以说这个舌头不太好使，不经常交流，不经常跟谁说话的话，那口才就是会，下降的啊。正常，说明我自闭了几天，也算不上自闭，说明我有几天的时间属于我自己的，我自己可以休闲了，然后也没怎么说话。行了，我一会儿得洗衣服去了啊，把咱小衣服洗洗，然后晾上，管它干不干呢，该洗得洗呀。每天都得换洗衣服，因为出汗。把衣服洗了，泡了一会儿，虽然没用什么洗衣粉泡，润湿了为主。这个近镜头啊，近距离呀，早洗早干呢，就怕它两天都不干。我自己能给自己唱睡着了，我可困了。在外面睡觉嘛，这两天晚上怎么说呢？睡到后半夜就醒了，醒了就睡不着了，早上还困，昏天又暗地的一天。发现没有，我穿的衣服跟这个洗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两件。因为我感觉这个衣服吧，它那个白挺白，白的挺正的，所以我就喜欢穿。有的衣服白呀，不是发黄啊，就是发蓝的、发粉的，它这个特别白，干干净净的。一顿神出。洗完了，把它捅一捅。你们放点音乐，我想听音乐，然后休息一下。洗个澡，为什么洗澡呢？早上出门的时候，这个阳光一晒呀，脸上出油了，顺带着把头发澡一起洗了。中午洗澡，睡个觉，然后晚上、下午出去玩。我们这么安排的，因为那时候阳光已经不足了。出门不遭罪呀，我们北方人呢就怕闷热，可能不止我这一个北方人怕闷热。洗个白白的，来，拎干拎干拎干，嘿，好了，就挂这地方晾了。想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干吧，这个是我们控制不了的。行了，咱们休息去，咱们休息去啊，睡会儿觉。噔滴噔滴噔滴噔噔，听音乐睡觉就。